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Kapoor， 应该是念 Kapoor 没错， Kapoor 这是联华电子今年的股东纪念品，我们来开箱吧，刚拿回来热腾腾的，有点难开，蛮紧的，不怎么开呢？哦，这边。这是盖子嘛？哎，蛮环保的，它的材质都是环保材质，确定，可以看一下。点一下，点清楚一点。OK。就这么一个，他这次比较特别，要到中国信托，中国信托去领，热腾腾的领回来了，没有要用到，再把它收回去。一般这种杯子哈，家里都很多了，如果啊要用它的机会应该是不多，好吧，丢到仓库，过一阵子，一阵子没用，又清出来，又扔了。这是今年的联电的股东纪念品。好啦，我是阿周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赞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接收我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吧。